友情提示不要死哈。然后照着，然后照着那个弹的指示打。Five。再乱打，就把你送进真情的办公室。One。放心，放心，会回来的。罗德龙将会获得拯救。放这个法术，还得等一会儿。必须先找到目标。黄战士先打，谢谢。然后打完骷髅，都撸掉，都撸掉，不用停手，不用停，不用停，要就直接打掉就好。端霸他们的血注意一下，这样，两只都打掉。来左边的移动。右边的各位，现在做一个打狂战士的动作。干，那举语言眼。那个，右边进来一点了、哦。右边记得靠右边一点。然后把车打掉啊！哎，你们不要太早挂 DOT 啊！我说真的，那个有时候连抓都还没抓到。我刚刚是手残上到后截，没有，就是稍微上到，我觉得没什么关系，就是自己稍微看一下。叉叉打掉左边，然后右边我们哦，右还有右边一个小事情，右边我们等一下中间就失血。我们等一下中间就失血哦，那个右边还是尽量贴右边一点，避免吃到失血哦。就是左边的人把叉叉打掉。然后星空，你左边开始写，你也贴左边一点。狂战士哦，右边狂战士快打哈、哦。右边进行一个打车的动作。妈的！打车完，请去中间集合个。然后中间打。那个，把机种拉起来。来，专心打车哦，小怪都尽量不要选 A。左边没有战俘，要人去拖。应该说战俘国。很棒。好，不管不管，随便一个先拿我，其他先打。啊，再拿再拿，看一下，我活了活了。帮机种 buff 哥。啊，这只是我的，这只是我的。没有，我群草，所以。变身。变身的先打。打掉，打掉。OK， 打掉了，打咕噜特。还有，还有，还有，叉叉对，还有哦，对，叉叉叉叉叉。BJ 叔叔的血。好，来先打咕噜特。那个叉叉打打掉。差不多分边了吼，那中间的兵赶紧行光。那个狂战士杀一杀。狂战士拉过来一起打掉。骨头那只击杀，骨头那只打掉。骨头打掉之后分边，然后右边说，右边说杀杀，右边把杀杀掉。也可以，可以 ，OK。OK， 好，打掉。
来打炮。好，来分边。很闲，没有怪打。右边也很闲。哎、欸，巴拉打了酱油。哎、欸，靠腰，没怪了。但没有怪哪招？呵呵。我刚被炸死，是因为那个炸弹被车子挡住了。有种错的感觉。没关系，鸡兄。没有，你知道那个不要紧。没有，你知道没有，我知道为什么，因为今天有猫眼。哎、欸，打那个右边打那个施法者。嗯，请把施法者做一个撸掉动作。没事情可以断断法了，不要，哎，看起来好像不用。左边叉叉打掉。鱿鱼会很闲，第二只叉叉也打掉。哦，原来他车子是有那个架子把他架过来的、啊。我妈的，在这个时候才看到。右边先杀狂战士，左边以叉叉为目标 A， 左边把叉叉打掉。来，先打狂战士，不要去打那只施法者，先打狂战士。右边你不要碰施法者哦，来狂战士先打。要不然把车打掉好了。你们那边五雷死掉，把五雷拉起来。啊，好了。左边打叉叉，左边打叉叉。啊，都打掉了。来，右边叉叉打掉。右边叉叉打掉打车啊。对，打车，渣渣打掉打车就好了。打车就好，打车，车先打，左右两边都一样。右边车打掉打狂战士就好，剩下的不要管。不用了，不用。那最后横扒一个阵亡。他刚刚应该是离开了吧？剪尾刀了。